肉坦刘崩崩已经 out 了，现在登场的是，是不是普通的出装都已经玩腻了，觉得崩崩就只是一个前排法坦？那我告诉你，错，大错特错。秒人刘崩崩了解一下，要想玩明白这个英雄，就必须得先知道他的技能。一技能幽灵追踪，朝指定方向发射一枚可返回的幽灵，对碰到的敌人造成法术伤害。二技能化身幽灵，崩崩进入幽灵状态，此期间无法普攻，并且受到的伤害降低。大招幽灵伙伴，召唤随等级提升数量的幽灵，持续12秒，施法期间会自动攻击附近的敌人。好，那么好，既然是爆杀流，那卡牌的选择一定就是输出类，这种加冷却的也不能错过，可以有效的减少技能真空期。进入对局前期，我们的伤害不高，需要进行一定的走位拉扯，不然等敌方突脸之后，我们的优势就荡然无存。当然了，一个会配合的队友至关重要，如果你队友不选肉选输出的话，那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出坦多吧。在确保自己可以等级压制的时候，再去刷新拿想要的牌。像这种加防御生命类的，我们不必理会。此时可以明显发现，对面已经顶不住我们的伤害了。开启大招之后，啥也不用干，就可以直接融化对手。还有这波，对面两个肉在我们面前也根本不够看。除此之外，法穿卡牌也是必拿的，打起肉来犹如砍瓜切菜般轻松，就更别说脆皮了。到了后期，装备等级全部起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彻底解放双手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如果上把你并没有直观的感受到他的强势，那么这把你又该如何应对呢？